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各注》第622页最后一行，祝佛圣利，祝佛世界已不可思议。前面我们学到众生业报，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更进一步，祝福的胜利，祝福的世界也不可思议。这些现象全在当下，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无法想象，确实不是言语能说得出来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胜利，利者利用啊，今天讲的能量啊，所起的作用。又具梵语名义大吉，即宗经录第48卷设有五种力啊，定力、通力、戒识力、大愿力、佛法之威德力，此五种力不可思议，故云胜利不可思议。这个五种力参考资料在30页啊，幕后这一段，三藏法术无力难判啊，难是困难，判是判别啊，这是宗经录里面所说的。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一遍，无难判者，为定等五种之力，唯舍论中不能判事。啊，唯识论，弥勒菩萨造的。弥勒是等觉菩萨。
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菩萨能比的。啊，等觉菩萨都不能够判别，那就可以说这桩事情，为佛与佛方能修尽。啊，只有证得圆满的佛果，你就明白了。啊，明白之后，跟谁能讲得通呢？跟诸佛，佛与佛的境界相同，他们行。啊，如果他们与等觉以下的菩萨谈，菩萨也只有良心而已。啊，绝对没有怀疑。是不是真清楚了呢？没有。古人的比喻，好比各罗看月。啊，罗是绫罗绸缎，丝织品，纺织的非常细，透好像是透明的，其实它跟了古人用的扇子，用罗做扇，做扇面。那也就是说，它还是隔了一层。啊，能看得清，看得清楚，隔了一层。如果这一层拿掉，就真清楚了。啊，这一段里面说，无难判者，这个五种，然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唯心所现。啊，三界就是指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心现的啊，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是十宝庄严土。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三界。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里面一切的万法，千变万化。找不到一法了，是不生不灭的，是永恒不变的，找不到。啊，这什么？为识所变的，识能变，心能现。当然，心是体，心要不现，识也就不起作用。啊，识必须要心所现出来的现象，它才能够改变它。啊，好像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有能力改变自然的生态，那人为的力量能够改变，那还是要自然生态在面前你才能改变它。如果没有自然生态，你的科学技术就没用了。那是一个道理，
啊，所以能现、能生、能现要知道，能改变这个也要知道。啊，能改变的心就是实，是假的，是生灭法，所以他也干涉自性能现能变的境界。啊，因为有了实的干涉，似乎啊，它也有生灭了。啊，我们看不到不生不灭的这一面，只看到生灭的这一面。啊，那不生不灭的那一份在哪里呢？在，从来没有失掉，就是我们看不见了，我们的注意力了。都注意在变化上，没有变化的时候没注意到，完全忘得干干净净。啊，比如我们看电视画面，电视的屏幕就是心。啊，电视上的所有的变化，实在的那边。是跟心融合在一起，我们注意力呢都集中在变化上，对于没有变化的屏幕啊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电视只看你的画面，没有看不知道有屏幕啊，你要晓得没有屏幕它就不能现啊，这个里头显示什么？显示佛家讲的什么叫迷，什么叫悟。迷是只看到境界的现象，啊，屏幕里头的现象，把屏幕忘掉了。觉是什么呢？觉是通通看到了，屏幕跟现象通通看到，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哦，这个很少人能看到，不生不灭就在屏幕上，就在眼前上。啊，你没看到，你看到这个，这就叫明心见性，就这么回事情。你在动中看到不动，在相上看到屏幕，所有一切现象全是屏幕，屏幕没动啊。啊，那么这相动了没呢？相也没动啊。我们看的相是动，你看走眼了。相真没动啊。啊，怎么说真没动呢？你能把这些相都回归到1600兆分之1秒，这相动了没有？没动。每一个相都没动。只是前相灭了，后相生了；后相灭了，后头又又生了。生灭的速度太快了，你没有发现这个生灭。真相不生不灭。为什么说不生？它一生就灭，生跟不生。似乎是同时，生灭即是不生灭，这叫事实真相啊！啊，那我们今天执着不是执着真相，是执着它的相似相续相，以为是真的啊，相似相续相。似乎时间长一点，依旧是生灭相。啊，一个人从生到老死，啊，算他的寿命80-90年吧，80-90年到了他死，这是一期的生灭了。哦，这个时间这么长，
如果把这个时间压缩，压缩成1600兆分之1秒，等于100年，100年浓缩成1600兆分之1秒，你就完全觉悟了，完全明白了。对于生灭即是不生灭这句话就懂得了，你就有个概念了。《般若经》上佛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肯定了。肯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肯定之后你就放下，放下就成佛了。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这就对了，这就回归到如来的境界了，回归到自信。那么自信有没有这些现象呢？那就得问，电视屏幕上有没有这些现象？有，也可以说没有。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没有。有与没有都是妄想，有与没有都是幻想，都不是事实真相。国内昨天有个同学给我传了一份信息，是近代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附体忏悔，他发明原子弹，死了之后堕地狱，这个地狱史无前例，真正是最痛苦的地狱。什么地狱呢？核爆地狱，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地狱。那个情况就是原子弹在他头顶上不断爆炸，这个爆炸完之后，第二个又爆炸，连续不断，苦不堪言。所以我们在前面呢，有过多次的报告，所有的现象都是假的，从心想生。他心里想的是核子爆炸，所以他就在这个地狱里头。说出过去世他学过佛，他是出家人，对于大乘佛法知道的很多，所以他有智慧，就是没有发愿求生净土。现在念头还算不错，总是想替社会人民做一点好事，没有想到发明原子弹这样的后果，造成今天有许多野心家，天天在想着发展新武器。
啊，希望能征服世界，这都是个梦想。啊，因为核武战争是同归于尽的，不可能有人会活在世间的。啊，这个武器叫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这个压力，爱因斯坦要负责任的。所以他很可怜的，他来求超度我。啊，过去世的这一点学佛的善根、福德因缘，他才能暂时离开地狱，附体透一点信息。啊，必须这个地球上人对于制造海武啊，完全终止，不再干了，觉悟了。啊，把现存的核武通通毁弃掉，他才能出地狱。我们大家想想，有可能吗？啊，换一句话说，他永远不能离开地狱，他太可怜了。啊，他呼吁大家了，现在发展核武，制造核武，将来使用核武，无论是发号施令的人，或者是执行的人，将来的后果都跟他一样，何苦来呢？啊，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啊，他希望这个世界永久和平，这个世界上不再有战争了。啊，要靠什么呢？爱因斯坦是个外国人，要靠中国传统文化，要靠佛法。他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决定不止一世。啊，对于大乘经教他通达，啊，所以他有智慧。他有那么多的发明，啊，净土宗他也涉猎过，没有发现求生净土，这是他犯下最大的错误，啊，现在后悔莫及，啊，也透出的信息跟我们所学的是一样的。世出世间最善的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啊，最好的一句话是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常常把阿弥陀佛忘掉了？还是说一些废话。啊，所以我常常提起或者是寺庙或者是人家阿公阿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痴痴呆呆，好像什么都不懂，啊，除一声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讲过第二句话。啊，见任何人满面笑容，啊，声声阿弥陀佛灌在你耳朵里，啊，
往往我们对这些人轻视他，瞧不起他，啊，说他学佛学呆了，学傻了。啊，殊不知啊，那样的人是真正念佛人。啊，那样的人将来往生都上辈往生。诸佛菩萨三转法轮，他们示现的是做正转。我们遇到这种人，要尊重，要礼敬，要称赞。啊，我不如他，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还有妄想，有杂念，还有时候把佛号忘掉，他没有啊。他一句接着一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他跟佛经上佛陀的教诲完全相应。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应当向他学习的。啊，放下外缘。啊，必须要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起一个念头，自己要负责任呐！啊，古大德教导我们，都是好话，金玉良言呐！啊，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啊！佛教我们随缘不攀缘的。啊，什么叫随缘？一切条件都具足了。啊，别人来要钱，这是随缘。我们自己预先设计，样样周备了，条件具足了，我去那攀缘。啊，攀缘是你有起心动念，你有分别执着，随缘没有。啊，我们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啊，教国文组织巴黎总部，啊，第一次2006年，我们是有心想做这个事情，但是自己很清楚，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佛菩萨跟我们安排了，绝对不是人力。啊，佛菩萨安排，我们还是随缘。啊，一切条件都具足，就缘具足。啊，我们自己在那5个月当中。全心全力做准备工作，啊，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办得很成功。啊，那么第二次是今年，5月。
我们也是在巴黎教科文组织啊，第二次在这个地方参加活动啊，这个缘是斯里兰卡国家主办这个活动啊，邀请我参加啊，这是随缘啊，第一次随顺佛菩萨安排的啊，第二次随顺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啊，他们主办的啊，他们有这个诚意，做得这么好啊，对这桩事情是用真诚心、恭敬心来做的，我们看到了，随喜功德啊，国内也有很多论坛啊，我们有同学有的时候也受邀请的参加啊，他们来问我可不可以去，我告诉他一个原则，这个活动政府支持的啊，由领导在主导，啊，如果不是政府批准的，最好别去参加。啊，这多少年来啊，我们要守的一个原则，啊，绝不要借这个机会搞自己的名闻利养，搞自己的知名度，啊，那就完全错了。啊，出家人借这个机会拉信徒，这就是不如法了。啊，名闻利养也许你能得到，你的清净平等就丧失掉了。你错了。啊，学佛的目的是什么？终极的目的是我要成佛。什么叫成佛？回归自信啊，彻底明了通达，诸法实相，目的是这个啊。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全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向外求啊，这是学佛终极的目的。我们还没有成就啊，没有成就要把成就自己摆在第一，帮助别人摆在第二。啊，有缘一定要做。啊，不做是错的，没有缘可以不做。也许做了是错的。为什么把自己的烦恼习气贪嗔痴慢引发起来了，你就错了，你就颠倒了啊！你自己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定力，不为外头境界干扰啊，这样去做你不会犯过失。如果你没有这种戒定慧的功夫，你还会受环境诱惑，那最好是别做，老实念佛。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学成了本事，道家慈航再来不迟。啊，不要以为现在这个世界
众生太苦太可怜，你发点慈悲心。你必须要知道，众生遇苦，许许多多菩萨佛都来到这个世间，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不怀疑，中国老祖宗教导我，行有不得，凡求诸己。我们做事做好事，遇到障碍要认真反省，障碍过失决定不在外面，在自己。我自己没有过失啊，障碍这么多，回报这么多，嫉妒这么多，自己想想，没什么大过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那是什么？考验你啊，看你能不能承受啊！你不能承受，你就败下去了。那么这些考验你的人，不是你的冤亲债主，是诸佛菩萨。释迦佛在经典上给我们讲的那故事，是他自己前世的故事。修菩萨道，遇到格利王，各界身体。男人，男行能行。格利王是不是他的冤亲债主？不是。他心目当中的格利王是他的老师，是给他一个重大的考验，看他忍辱波罗蜜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通过这一关，功夫境界大幅度的提升，千佛里面他排名是第五，因为这桩事情他提前了。弥勒菩萨推迟了，本来是弥勒在他前面，这他超过弥勒菩萨功德，他先成佛。这一些公案，我们要认真，要细心的把它参透啊，我们就得利了。中国古人讲，仁者无敌。仁慈的人，佛家称仁者是对菩萨的称呼。一个有仁爱有仁慈的人，他没有冤家，换一句话说，他没有怨恨，他没有对立，他没有敌人，更进一步来说，他没有怨恨的人，没有对立的人，他生活在和睦。清净平等慈悲的极乐世界。
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的身心是安住在极乐。纵然应化在三途度众生，众生居住在卧道，他依然在极乐。那么由此可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他心想的是极乐世界，他心想的是阿弥陀佛，所以他看到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看到所有的境界都是极乐世界，跟我们的观感不一样，跟我们的享受当然不相同。那我们在学习这五种力啊，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而不能判此无力者，由此五种啊，乃圣人不思议境界，不与心识相应，此所以难判。就把它说出来了啊！所以诸佛菩萨遇到这个不判，叫我们量性啊，量是净量，身心不移就对了啊，不要去分别它。诵经论语，有五力为识不判，啊，就是这个意思。诵经是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第一个是定力，定力者即如来大吉定力也。为此定力。无染无尽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它没有染尽，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非空非有啊，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啊，才能入非空非有的境界。空有两边，没有了，生死不能取，他脱离生死了，也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戒业不能复啊，他所造的一切业，也决定有果报，他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平常说的一句比较简单、容易懂的话，造物。没有作恶的念头，行善没有行善的念头，啊，确实他断恶修善，但是断恶修善也没有起心动念，谁呀？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啊，以应化身住世八十年。八十年当中，从出生到入班涅槃，就是这个境界。啊，他也造窝，他也行善，但是他没有起心，他没有动念。啊，换一句话说，如如不动啊。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大般涅槃呢。为什么要造窝，要修善呢？那是度化众生，那众生有感，自然有因，不是起心动念啊，自然的因啊，像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们是有心对这个水，水回应无心，他没起心动念，我们善心对他，他的反应非常美的图案，我们以恶意对他，他反应的是非常丑陋的图案。他没起心，他没有分别之处，自然的啊，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力所以啊，不起此定，这就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而能普应十方。啊，十方有情众生，有感他通通应。啊，他不与十法相应。十法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是十法，他不跟他们相应。那佛菩萨一生教学啊，在一日之中，你看他出去徒步啊，年岁大了也挺辛苦啊，讲经说法，为人家解决问题，从无间断，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唯识没法子判呐。唯识能够判的是什么人？有起心动念，唯识就可以判他。啊，没有起心动念，这就不行。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十宝庄严土的菩萨，他们破无明正法身，跟如来同样一个境界，唯识也不能判。换一句话说，唯识能判的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唯识可以判。第二种呢，通力，通是神通，即如来神通之力，为此通力变化无穷，随感而应，不谋而知，彻照万法，非思议可及。啊，通，我们一般叫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啊，就六根来说。啊，在眼叫天眼，在耳叫天耳，
那么这种能力是本能，一切众生跟如来果地是平等平等啊，只要你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它就现前了，它没有丢掉啊，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作用的能力被现出了，啊，眼见的能力给一张纸就看不见，这个能力恢复，睁开眼睛能够看到变法界虚空界，全看到，没有障碍啊。你看到诸佛刹土，你看到极乐世界，你看到十法界，你看到阴曹地府，你看到地狱，哪里你都看见了啊，虽然看见了，依旧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不跟八识相应。啊，能够普应十方，十方众生有感，他有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不是自己起心动念。谁起心动念？众生起心动念。众生想见佛，他现佛身；众生想见菩萨，他现菩萨身。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确确实实，他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里来的分别之处？啊，这才叫真啊。啊，那么跟我们有缘的人，这是很普通的现象。我们喜欢这个人。见到起心动念，我们讨厌那个人，见到也起心动念。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都在你的念头。你的那一天念念头一转，哎，这个人我要跟他接触。啊，为什么呢？我在这个里头练，不起心不动念。啊，我喜欢这个人，我要在他身上练不起心不动念。我讨厌的那个人，我也在他身上练不起心不动念。那不看他，不看他忘掉了。啊，顺境善缘，练什么呢？练不生贪念。啊，逆境恶缘练什么呢？练不生嗔恚。正是练功夫的时候啊，好境界呀！啊，所以会修行的什么境界都是好境界，都能帮助你提升。啊，换句话说，所有境界，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是帮助你成佛的，帮助你提升的，帮助你觉悟的。啊，如果一生贪爱，一生怨恨，迷了，那就错了。
那他们帮助你，帮助你堕三途啊。啊，念头一转，他帮助我到极乐世界，帮助我成佛，由此可知。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境缘无好丑。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丑。好丑存于心，你的心好，外面都好；你的心不好，外头都不好。这多重要啊！啊，学佛修行就是修这个心的。心清净了，外面境界全清净了，顺逆都清净，啊，善恶也清净了，心不清净，统统不清净。所以关键不在外面，关键统统在自己。古人讲这个话，行有不得，凡求诸己。这个人是什么人？肯定是法身菩萨。不是法身菩萨，说不出来。啊，所以自己知道啊，自己应该怎么做法。啊，全在自己，不在外境。千万要记住。啊，念头里头最善最善的念头，中国人讲至于至善。啊，达到善的极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才是真正至于至善。为什么不念佛？啊，我们再看第二种通力。神通是自心本有的。啊，清清净就能够发通，自然就出现了。啊，也是感应道交。啊，这种能力，六种能力，也是彻照万法，不可思议。啊，跟设法也不相应。所以为师也难判他。不思议的能力了，本能啊，只有明心见性才明了，没有明心见性，讲，不管怎么讲，你只得到一个模糊的概念，你没有办法认识它。啊，所以佛对一般人把这个话题他都把它岔开不谈的。啊，只有跟法身菩萨可以说。那么第三种呢，戒摄力。这个识就是前面讲的设法，八十五十一心所。
下面举个例子说，如为二禅以上，无有寻思，初心圆净叫寻找啊，细心分别呢叫思，语言若于说法运用，则皆初禅，言而生三识，亦称即用。由此借他之用，非因本起，不属为实，是故为实难判呐。这个下面挂虎上有个解注解，戒初禅三识，怎么戒法？由于初禅不着相位而成，初禅人有这个功夫，那么鼻舌二识就没有了。他不执着相，没有鼻识；不执着味，没有舌识。鼻舌这二识他没有，但是他还有眼，还有耳，还有身。二禅以上不着五尘，那五尘都没有眼耳鼻舌身这个都没有，他有意识。所以若于应用，则皆初禅三识。什么时候皆用？众生有感的时候，二禅以上啊，这是三界之内的。我们看这个现象，初禅是大梵天，大梵天可以同摄四禅，初禅是梵天，二禅是光天，三禅是净天，四禅是福天，福报大了。这些天神要往下界来帮助众生。这是他们欢喜的事情。他们也到人间来，也到下三道去。行菩萨道，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为什么能现身？他要借下一层的事，不是借别人的，自己的。也就是自己，我在这个层次这个水平众生达不到，我要教小学生必须要把自己降到小学程度，我才能够得了，就这个意思跟中学生在一起我是中学生程度，跟大学生在一起我是大学生程度实际上全部超越这就是
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通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叫解释力。啊，自己虽然超越了，啊，但是为教化众生的时候，你说他多方便呢、啊？释迦牟尼佛跟凡夫在一起，凡夫八十五十一生所，释迦牟尼佛都要用啊，用得自在，用得自然。痕迹都找不到啊！啊，正在用的时候也没有执着它，所以八十五十一心所能干扰佛菩萨吗？不能。啊，他不用你，不受干扰；用你也不受干扰，这才叫真妙啊！啊，是借你起作用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利益众生而已。啊，那么这个是不思议境界。为师难办那、啊、第四个呢愿力愿力不可思议即如来大愿之力啊，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每一愿都不可思议。啊，这是大愿最好的标准。二次愿力非因爱见，不加思维。这个爱愿力的由来不是爱见，啊，爱见是什么呢？我们平常讲慈悲心、怜悯心，看到众生可怜，啊，怜悯的心自然升起来。所谓恻隐之心啊，爱心不是这个啊，不假思维，思维是思考境界现前，我要怎么样来对待。啊，用爱见，用思维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圣人没有，那圣人愿力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不可思议，是自性里头本具的德能。我们讲性德啊，性德是什么呢？性德就是爱，是自性里的本有。不是外头来的
啊，出自于本性，出自于本性，不是修来的。啊，本性里头本来有的，我们现在迷了。啊，中国这些老祖宗最初造文字，我们相信造文字那些人是佛菩萨才来，不是凡人。凡人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啊，叫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你就体会它里头的意思。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其味无穷，也是不可思议。啊，中国文字里的这个爱，不可思议。啊，你看它的字形，啊，它的形状样子。啊，拆开来看，把那个心拿掉，是个瘦字。啊，瘦里头有心，啊，心灵的感受，自然的，一丝毫勉强没有。心灵的感受就是爱，爱就是性德，是性德的核心，也是性德的全体。啊，我们把这个爱迷了啊，迷而不觉，把它变成怨了，变成恨了。啊，这个字大有讲究啊！啊，关键就在那个心。我这次在联合国做过报告，因为他们给我安排了两次，第一次只有20分钟，我就讲这一个字。啊，第二次给我是2个小时。啊，所以我有一份讲稿。啊，这20分钟没有，就讲这个字。啊，这个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爱是自信圆满的爱，究竟的爱是佛的爱，就不起心不动念是佛。啊，我们常常赞叹佛的大慈大悲，啊，遍法界虚空界，哎，这个爱是这个意思。真心自信是不动的，没有起心动念的不动的。如果他动了，动了是什么呢？一念不住。啊，不动的时候，他是纯的真心，纯正的真心。一动了之后啊，就叫无明。真心就变成阿赖耶了，就变成妄想了。啊，所以不动是真，一动呢就变质了。变质，我们把它叫做情。
这个心里头，心里面就变成有情，情识，啊，情跟识是一个意思，有情识，变成识了，它有分，有这个起心，有动念，啊，除起心动念之外，它没有别的，啊，那这个时候，这叫菩萨，啊，菩萨有情，但是他觉。觉而不迷，所以菩萨翻作觉有情啊，这是爱啊，第二个意思，菩萨的爱，菩萨的爱跟佛的爱没不一样，佛的爱没有条件，菩萨的爱有条件，就他条件。如果这一个情里面有道有义，中国古人讲的啊，这是世间的圣人啊，道是圣人啊，心情里头有道，心情里头有义是仙人啊，圣贤啊，圣贤的心的爱啊，凡是人皆须爱啊。如果那个心情里面只有欲望，只有欲，没有道义，也没有觉悟，这叫凡夫，凡夫的爱啊！我们看这个爱，这个爱里头有多少意思在里头啊？啊，每一个人都有爱，每一个人爱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里头的成分不相等。啊，那么可以说，佛的爱、菩萨的爱，我们凡夫完全没有。啊，凡夫有少份圣贤的爱，多份是欲望的爱。如果完全是欲望的爱，连道义都没有了，啊！他所造的我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欲望，果报在三途啊！啊，他这个爱心啊，到哪里去了啊？啊，你这样看，十法界的爱心。把这一些东西添加品全部都丢掉啊，都洗刷干净，这就回归到佛的爱了，回归到真爱啊。啊，那么这个愿力，佛菩萨的愿力是从真诚的爱心里头发的，这个力量就大了。我们凡夫这个愿是从欲望里头生出来的，力量很小啊。我学佛，我拜佛，我诵经，为什么？我希望升官发财，希望佛菩萨保佑这个力量就不大了啊！你能升官，你能发财，你命中有啊，命中没有求不到啊。如果你发的是大心，不为自己，
我为苦难众生，真正像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发这个心，命里没有的，你也会得到。啊，为什么呢？这个心呢，跟诸佛菩萨，给一切天神相应。啊，这些佛菩萨天神真的会加持你。一般人说会保佑你，你能够得到，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啊，所以如来大愿，就是如来这个大爱，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是纯真、真心流露出来的。啊，这个爱是遍法界虚空界，是清净的爱，是平等的爱，是觉而不迷的爱。这个力量不可思议。啊，为时也没有办法判别的。啊，如来大愿力我们有没有？有啊，个个都有啊。你肯不肯发了？啊，肯不肯把我自私自利的放下？啊，我把这个爱啊，爱天下一切众生，爱全宇宙的一切众生，你肯不肯？你肯发，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就成佛了。发了以后退不转呢，那又退回来了。啊，这一步登天没登上，又下来了。如果发了不退转呢，那你就上去了。这是真正的佛法，这不是假的。啊，学佛没有别的，学佛就是学爱人。啊，爱众生。啊，像佛一样。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一切众生，是一个平等心，是一个真诚的爱心，没有差别。啊，第五，法为得力。啊，什么叫法为得力？即如来应化为得之力。这一桩事情也是不思议境界。啊，应是感应，众生有感，如来自然有应。啊，极其微细的感，自己还不知道，佛知道。啊，佛就有应。啊，感化为德，不可思议。下面举一个例，如饮一饮，则普饮群集。啊，佛以一饮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尽。每一天，每一时，往生到极乐世界有多少人？
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这一些往生的人，来自不同的星球、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的声响、不同的言语、不同的文字，佛说法，大家听着耳里，都好像是通过翻译说自己的语言。这个威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佛能？佛没有起心动念，他就能。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只要你见性，性跟性自然就通了，像电脑一样自然通了。不需要去连接的。每一个人听佛说法，都是听自己的语言。我们跟这些众生交流，我们说我们的话，他听在耳朵里的是他们的话，妙啊！他说他的话，我听在耳里是说我们的话，不可思议 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性是通的？相当中有根啊，回归到性全通，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失一法，则众无皆福。施是一个设施。用一法，一切魔统统服了。这是什么法？众魔能服。今天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真的是芝麻粒一小点呐、它算什么？今天地球上70亿居民，心想过亿，烦恼不相同，有没有一法能叫所有都能够接受？都服了呢？难。我今天早晨看到的，我看爱因斯坦那个附体的报告没看完，他大概将近有60亿，我看了一半。他说，只有佛法能通一切。只有佛法，这什么意思？佛法，佛是什么意思？佛是真诚、觉悟、慈悲。能不能叫这70亿众生都服？难，真诚就服了。用真诚心，用真实智慧，
用真实慈悲，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富，那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说的啊，大学里头的三纲八目就能叫天下人都服了啊。明德，明德是真心亲民，是慈悲至于至善，是智慧。啊，至于至善，就是中庸之道啊。啊，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用教育，教学为先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示现成道，啊，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出定之后，就开始教学，一直到80岁圆寂，一生教学，教学就是大慈大悲。教学就是救苦救难的，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苦乐怎么来的？苦是迷失事实真相，啊，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了解。啊，完全胡思乱想，全都想错了，从这儿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一个觉悟的人，他一生生活在这个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是顺境还是逆境，周边的人是善缘还是恶缘，他没有不快乐的。那为什么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事实真相了解。因果报应透彻了，他心是定的，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他有这个本事啊！啊，他的生活是戒定慧，是清净平等觉。啊，我们凡夫。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起惑、造业、受报，啊，完全受外面环境的干扰，自己一点都不能做主。你说多可怜？
啊，学佛的人是最幸运的人，啊，特别是念佛人，啊，最单纯的人，心里面只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能成就啊！啊，这一句佛号里面，真的念懂、念通了、消化了。法喜充满，一句佛号里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喜乐，啊，自己得到解脱，也能帮助别人，啊，像底下所说的，利生无尽，功德难量。不与设法相应，所以为师难办。啊，那么这是五种力。五种力明白了，我们来看看本经。啊，现有精进，现在。就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我们来看法藏大师住真实会他心里头有真实智慧，真实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什么？是自心本定，定生慧。啊，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自然生起来了。心不定不行的，心里头最忌讳的是念头。不管是善的念头是不善念头都忌讳，为什么呢？因为自性里头没有念头，怎么会有个念头？那没有念头就成佛了，自性圆满现前。但是这桩事情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我们无始劫来就起心动念，打妄想打成习惯了，不打妄想就像变成嗜好吸毒一样，啊，这个人是不好，可是不吸不行啊，不吸不能忍，忍不过啊。啊，弥陀有个方法，叫我们呢把所有的念头统统都归到阿弥陀佛。这个办法好啊，叫我们一念不生难，把念头归到阿弥陀佛，这个办得到。救多少人呐、啊？只要你肯干，真有效啊！不要念别的，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千万要记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不能间歇，要知道。但是决定得生净土啊！古大德有一句话说：“但得见弥陀啊，何愁不开悟呢？”啊，你见到阿弥陀佛，肯定开悟。那、啊、为什么？他会教啊，他的教学法
非常高明啊。一切诸佛当中，他是教学第一了。他想出这个方法也最妙啊，叫诸佛如来叹为观止啊。我们要记住，我们要相信，就这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念到底，他住真实慧，真实心里面流露出本具的智慧，于无量劫庄严佛土。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的建立才实际，那么无量劫庄严佛土，这是讲法藏菩萨他没成佛之前，他在诸佛刹土修行，菩萨要依靠佛了，不能离开佛啊。他是佛弟子，肯定是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佛弟子。诸佛如来都赞叹他，到他成佛，他发起一个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参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考察、调研、调查研究。对象呢，是所有一切诸佛的刹土。到那边去看，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来建立极乐世界。帮助一切烦恼习气很难断的这一些众生，到极乐世界成就他们。阿弥陀佛做到了，极乐世界是为谁建造的？不是为上上根人。老老实实讲，他是为下下根人，下下根人都能得度，何况其他全都得度了。度上上根不能度上中下，度下下根全都得度。这是不可思议，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报恩。这恩怎么报？念佛往生净土就是报恩。我们不能念佛，不能往生净土，我们辜负阿弥陀佛的恩德。辜负了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爱护啊。建立极乐世界是对我们的爱护啊。所以成就圣地与国土皆不可思议。
谭鸾法师《往生论注》里头说的，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下面，夜夜祝愿，言可思议啊，或者是安可思议，言可思议、安可思议都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啊，怎么能够想象？怎么能够议论？如，这是举极乐世界的例子，啊，光为佛事，言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光明世界，身放光，阿弥陀佛身放光，每一个人身都放光。观经上佛说的阿弥陀佛的法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叫相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里面都看到佛菩萨在教学，在听课，在修行啊，在教化众生，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就在一个身上都看到。这怎么能思议？无法思议。光为佛事啊，此水为佛事，安可思议？水也如是啊，水是流水的音声，音声都在说法。你喜欢听什么法，听到就是你所想听。啊，因为佛事，安可思议？啊，身为佛事，言可思议？极乐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依报正报。啊，依报是佛跟菩萨。啊，这个正报。依报是环境，六根所接触的环境，全都是佛法。这就说明，极乐世界修行为什么那么快成就，原因在此地。啊，它能叫你学习不中断。这就不可思议了。我们这个地方再好的环境，休息又中断，吃饭中断，晚上睡觉中断，啊，听课离开讲堂中断，啊，极乐世界不中断，无论在什么场所，在什么时候，所接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在说法，就是你学的这个课程啊，这怎么回事呢？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这学习不中断了，世界这么美好啊！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啊，这是极乐世界，我们可以学习啊。我们这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啊，现在用无线电广播电台，用卫星电视。啊，有这么一批老师，啊，真正热心的，发心来救世，来救人，来拯救社会，啊，来拯救地球，啊，不必多，20-30个足够了，啊，有这么几个电视频道。啊，网络每一天24小时，天天都在讲。有没有人听？我相信听众非常多。啊，发展到最后，全部人民都来听。为什么？好东西，正面的嘛。啊，3年，我们的世界就接近极乐世界了。这个事情谁来做？阿弥陀佛来做。谁是阿弥陀佛？国家领导人是阿弥陀佛。啊，中国这个国家7个常委要一条心，能这样做的话，3年中国这一片大地就变成极乐世界了。不难呐、上行下效啊，国家领导人不太多，很难啊，哪个国人要来搞都不容易啊。我们搞了55年，国家来搞的时候，顶多1年，就超过我55年。这一人兴邦啊！啊，真干呢！一个人把这个国家兴旺起来。啊，反过来呢，一个人也可以丧邦，把这个国家灭亡掉了。那这不干了，不重视啊！谁呢？慈禧太后啊！历史上每一个朝代最后的那个皇帝叫末代皇帝丧邦啊，祖宗的惩罚他都不要了。他作威作福，完全凭个人的爱好享受，这国家会亡国。那么最殊胜的，这位助往生者，不断烦恼得涅槃分，言可思议。这是不思议当中的第一，不可思议，最殊胜的。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不要断烦恼，就得涅槃分。那就是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真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说到极处啊。我们统统有份呐、千万不能疏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